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欢乐东北风第四季的话题赛现场，我是主持人李气。今天依然有四组选手入围，他们分别是崔大笨、白哥，来打我打我，乖乖，乖乖是他，还有我们最后的神秘武士。看得出来我们每位选手都是信心十足，但是规则是绝对的，命运是残酷的，最终只有三组选手能够登台表演。那么有哪三组幸运儿能够被我们的观众选中呢？我们拭目以待。喜剧节目《欢乐东北风》第四季，我是主持人李记，你们好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我跟之前可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啊，我比在座的各位多知道一些信息。我知道这喜剧盲盒背后的演员都有谁，怎么样，你们羡慕吗？当然了，后来我一想啊，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我知道他们都是谁，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分别在哪个喜剧盲盒后面。哎，你说这导演组啊，这心思一点作弊的机会都不给我。接下来啊，我们还是看一看我们今天四组喜剧盲盒的关键词都有什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盲盒主题，假如男人会怀孕。来，我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不想怀孕的男性请举手。啊，不用举了啊，看出来了啊，有80%的男性想怀孕，特别是那个戴眼镜那大哥啊，那气质绝对生三胎啊，绝对生三胎，加油啊。来，我们看一看第二个盲盒，人类高质量情侣。哎，这个主题有兴趣吗？嘿，我想你了。我也想你了。没错，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记得给他投票。来，我们看一看第三个盲盒，汪汪队立大功。哎，大家一看到这汪汪队立大功，一定能想到什么啊？动画片还有什么啊？小狗。来，我们最后看第四个盲盒，神秘的东方力量。你看啊，这其他三个盲盒我们都能通过这个字面能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唯有这第四个特别神秘，反而我对他还挺有兴趣的。来吧各位，我们四个盲盒的关键词和它的主题已经向大家展示完毕了，接下来请大家拿出手机来选择您感兴趣的那个话题来为它投票。各位准备好了吗？投票开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第一轮投票当中哪只盲盒大家的支持率最高。二号盲盒，人类高质量情侣。来，让我们盲盒开启。还沉浸在这个拳击比赛当中啊。是。哎，想问一下呀，这个人类高质量情侣是啥呢？没看出来吗？啊，我就是一位高质量的女性。我就是人类。所以我们是人类高质量情侣。好。原来是个组合呀。不完全是这样，就是我们两个在戏里演的是一对恋人。对，极品、很高质量。哦，我懂了。你懂啥了？你不懂，赶快开始吧，时间就是时间，别浪费。听君一席话，
胜似一席话呀，那赶紧开始你们的表演。谢谢。能不能别老埋汰我呀？行，你俩先别吵了，赶紧想想接下来咋办吧。是啊，咋办？我现在在大帅府。白哥啊，我要带你私奔。太好了，这样我去给你俩收拾一下行李。白哥，你看就咱俩了，你就叫我乳名呗。乳哥，还是叫哥哥吧。哥哥，欣欣。执子之手，共你一世风霜。文子之谋，赠你一世深情。千耳玉手，收你此生所有。欣欣，哥哥，你叫别人也是这么腻歪吗？不，我只对你。怎么样？舞蹈跳的也不错啊，白哥小心，你俩感情这个部分呢，再细腻一点就好了。明白了，明白了，导演，再琢磨琢磨。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投资方啊，一会儿要来看咱们的演出啊，并且对我们的舞台剧啊，要搬上大屏幕。我的妈呀，要拍电影！太好了，小心，哎，加油啊！好的，导演。我们大家都得努力，这样啊，一会儿咱们抓紧时间在最后彩排一遍啊。明白明白明白，大家休息一下。好嘞，导演辛苦了。新哥，你觉得我刚才演的怎么样？你刚才演的挺好。那还得多亏你昨天晚上对我的辅导。那个不用谢。今天晚上请你吃饭。
哎，那个思思，我俩要对下台词，你先下去吧。等你。啥意思啊？啊？怪不得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说啥都不接，原来是给别人辅导去了。啊，都是一个剧团的嘛，互相帮忙。咋的？帮忙？你咋那么好心呢？我还不了解你呀、啊。想当初就是用这套路把我忽悠到手的，你就是渣男。白哥，你把你戏演好得了。啥意思啊？啊？又嫌我戏不够好了，是不是？谁戏好啊？他戏好，是不是？对，你都辅导他一晚上了吗？你能不能别瞎说？哪是一晚上啊？一晚上不够了呗？那再来一晚上呗？刚才都预约你了，去吧，去吧，去吧，找他去吧。好，去哪去？哎，等会儿去，别哪儿别去啊！导演，抓紧时间，最后彩排一遍，好不好？来，三二一，开始！哈哈哈哈哈哈！白哥好，非常好。好什么好啊，都跳顺拐了。不懂艺术那是顺拐吗？那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白哥啊，你这个舞蹈跳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是我喜欢。去了。有媳妇还聊着别人。哎，怎么跟大帅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新副官。不是不应该跟我说话吗？那个优秀的男人不能被一个女人独享，明天拜堂。哎，不是大帅，明天是7月15，要不您再想想。那不正好吗？团圆的日子。大帅，你的文化是真高，您先回府，我在这里料理你的后事。好，新副官，我的后事就交给你了。大帅慢走。喜新厌旧的玩意儿。我跟你说啊，嗯，这舞蹈让你跳的太难看了，难怪大帅相中。小心，你怎么能这么说白哥呢？你知道白哥为了不让大帅相中有多努力吗？他每天没日没夜的练舞蹈。是，昨晚上他不还陪你练了呢吗？你说啥呢？我说啥你信？哎，行了行了行了，快想想接下来咋办吧。咋办，白哥，我要带你私奔。太好了，这样我下去给你收拾一下行李。白哥滚。哎，执子之手，供你一世风霜。文子之谋，赠你一世风霜。千儿玉手，送你此生拥有。说得好快呀、啊，哥哥。昨儿也是这么叫的他吧？不，我只对你。你起来。哥呀，你远点啊！哥呀，不要动手！哥，你去！哎，停停停停！白哥，你这情绪不对呀、啊，你俩是要私奔，不是撕吧？导演，不是，我跟他演不了，找不到感觉了，是不是？对，进不了戏。我给你调整一下啊，你想象一下，你俩在生活当中也是一对情侣，你爱不爱他？不爱。你得爱呀，你必须得爱呀，你要有强烈的信念感呐。
大帅，你应该娶白鸽。他俩谁是白鸽啊？他是娶她。啊，也行。大帅，你不是有媳妇儿吗？啊，对，你是白鸽，得你说。啊，大帅，你不是我媳妇儿吗？怎么跟大帅说话呢？这不你的词儿吗？大帅这么优秀的男人，就不应该被一个女人独享。这不我的词儿吗？啊，那个，明天拜堂。大帅，明天可是7月15啊，要不你今天就把他带走呗？今天？今天？啊？这，你是给我打个冷不防啊？新副官，今天我们准备好了吗？咱们能不能按照原本的计划行事啊？大帅，您先回府，我在这里给你料理后事。好好好，快料吧。小心，咋办呀？我看出来了，你刚才呀就是没往好跳，但是还是被大帅相中了。没有办法，你呀太优秀了。说啥呢？啊，我说啥了？你说啥了？那个，我要私奔。你还想私奔？那个我不奔了。你说不奔就不奔呐？我奔。停！王康，思思，你要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我俩要私奔，你是不是应该下去取点行李啊？行，哥哥，欣欣，拿回来了，给。不是，就这点行李啊？这还是咱仨的呢。你也去啊？啊。好，拿好。你去呢，你再回家取点盘缠。你咋这么多事儿呢？快去吧。哥哥，欣欣，来，你要的这个盘子我也给你整来了。我说的是盘缠，不是盘子。不是你啥意思啊？好，我跟你明说啊，我俩要私奔，不想带你去，你就别搅和了，行吗？啊，你俩要私奔呐？对。明白了，哥哥，欣欣，大帅，他俩要私奔。没事，我会保护你的。哈哈哈，没想到吧？我都没想到。大帅，你还想啥呀？他俩要私奔。私奔？呸！哎呦，臭不要脸，咱不跟他玩，走。你别。你是大帅，不是大老娘们儿，干啥呢？他要离你心爱的女人私奔，你不生气吗？欺人太甚，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大帅，你就这么就死了啊？大帅，哎呦我的妈呀，你俩摊事儿了啊！你俩把大帅给气死了，我要为大帅报仇。那你也得死。哎呀，这招我是真没想到啊！哎呀，又来两枪，三枪要再不死的话，好像不太好啊！哎呀，啊！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他俩死，也没想到咱俩要私奔。欣欣，哥哥，你俩也没想到，我要带走你俩。导演呐，没法演了，他不按剧本说词儿。不要停，资方就喜欢这一段，已经要投资了，小心，继续演。啊，继续演，
感谢演员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这情侣之间的磕磕碰碰啊，实在是太正常了。哥以过来人的身份和您说两句，这情侣之间在一块相处，一定要增加一些信任感，还有包容感，这样的我们的感情呢才会越来越好。电视机前的您，想知道如何成为人类高质量情侣吗？搜索互动话题“人类高质量情侣”，答案就在那里。好了，观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已经打开了一个盲盒，接下来我们会在三个盲盒当中三选一投票。开始。OK， 我们第二轮的投票结束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哪个盲盒获得大家最高的支持。来，我们三号盲盒，汪汪队立大功，接下来让我们盲盒开启。哇，不是吧，哎呦，乖乖也来了。哎呦，王子坐下来，坐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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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坐坐坐，哎，真听话啊，非常听话。哎呀，我想问一下光旺老师，这么一支庞大的表演队伍，您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我是他的主人，他叫乖乖，你别看他大，但是他是他的马仔。那看得出来这乖乖在咱们小区里边人气相当高了吧？那必须的，说的我都好奇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光旺老师和乖乖王子，好不好？乖乖呀，这回你可得听话啊，一会儿啊我给你买你最爱吃的香肠还有大饼子啥的啊。哎呀，哎，不是，刚才我是不是让雷给劈一下子？该，我要是老天爷我再劈你200块钱呢。我的妈呀，你怎么会说话了呢？哎妈呀，你能听懂了？哎呀我的妈呀，不是，这也太神奇了啊，是不是刚才咔嚓的那个大叉雷给咱俩劈出心理感应了？哎呀，那可太好了，你要是能听懂狗说话，我就问你啊，为啥要带我上这儿来？哎呀妈，这多好啊，你看着我爱城堡。你是爱我吗？你是爱你宠物医生丽丽，你就拿我当个引子。怎么能说那话呢？你不也幸福了吗？我幸福啥呀，一个礼拜剪三回毛，洗六回澡，指甲盖都给我修没了，你还不如给我整狗肉管，给我来个痛快。我跟你说啊，这回呀你可老幸福了，我给你来个痛快的。是吗？你给我相亲？绝育。我算是看明白了。怎么的？我虽然不是人，但你是真狗啊，你太狠了。你给我放下。你就跟我走吧。放下来。我放下来。我不，你就跟我走。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王子乖啊，王子真乖。等会儿妈妈就带你出院了啊，先坐着等妈妈。坐，王子，坐。呀，你们来了。哎呀，乖乖真乖。来了。不是，阿旺，你这是干什么呢？学乖乖呢？学的还挺像啊。乖乖，妈呀，我咋成了郭旺了？肯定是最后那个大雷把我俩调换了个个儿。丽丽啊，时间不早了，预约的时间到了，赶紧给他做手术吧。啊，好，乖乖，你一定要坚强，不怕，手术不疼啊。我这样，我把他拴在笼子里边去啊。走走走走。啥意思？该给我做手术了啊？乖乖，你是真狗啊。阿旺，
那你都知道这样不好，为啥还给我做手术？那不是你总往我身上蹭吗？你一天给我剪好几次毛啊！这都啥天了？因为我冷，我冷，你知道不？我给你道歉，我不给你做节育了。你跟丽丽说别给我做手术了，咱俩赶紧想办法把身体换回来吧，行不？我求你了。你就把心放在狗肚子里吧啊！你看我今天怎么征服这条小母，丽丽这个女人的。乖乖，哈哈哈！我们准备打针喽，你看看多友好。丽丽，你等会儿啊，那个，我有点后悔了，我跟他说点事儿。咋的？又不想做了？说正事儿。不是，那你今天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聊。好啊，等会儿啊。你哈啥呀？口水都流出来，你到底行不行啊？丽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今天早上到南湖公园晨跑，然后到早餐店吃的金饼豆腐脑，又来了一根泡椒凤脚，之后回家泡了个热水澡，最后才拉到这我爱虫宝，我猜的对不对？拉倒吧你！你猜的太准确了，你太厉害了。哎，阿旺，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想问你个问题，请问，如果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的话，他会对她做什么？表现。怎么表现？跪舔。你也太直率了吧！但是我喜欢，总比那些嘴里边一套、心里边想一套的男人强多了。你看看。天哪，这也太浪漫了吧！来，吃东西。哎，你这是干啥呀？条件反射，你把那饼干放下就好了。那啥，乖乖，咱俩赶紧换回来吧。再等会儿。阿旺。啊。我也马上要下班了。一会儿我下班的时候咱们出去吃个饭呗，聊聊。太好了，溜肉串行不行啊？但是我闺蜜也要去，而且她也要带着她的宠物狗。哎呀，带宠物狗啊？啥牌啊？贵妇，你看看。哇，太白了。哎，你慢点。我跟你说啊，你的事我跟你摆平了，这回你得帮帮我了啊。慢点。你的事儿我给你摆平了，这回我得想想我自个儿了啊！哎呀，我去！哎呀，我去！哎，那个，刚才我表现的怎么样？哎呀，换过来了，好像换过来了。哎，这下一步该咋整了啊？下一步？你咋那么笨呢？刚才我怎么做的，你不会学吗？这事儿还学不会？明白。你就瞧好吧，我一定给他个惊喜。阿旺，这儿呢，我下班了。下班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吃大蒜了？你神经病！哎呀，这个闹的，我刚才是这么做的吗？不是，那个。咱再走，那个我求你了，咱再换回来行不？你疯了？那是遭雷劈，不是三嘴巴子，说打就打一下，留条狗命行不行？我跟你说啊，乖乖呀，如果再不换回来的话，我跟丽丽的好事容易吹呀。你吹不吹？咱俩现在也换不了啊。不行，必须搁这儿换，要不一会儿丽丽你走了，知道不？那个丽丽，我那个。不是丽丽，你等会儿啊，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你站住！你等我，等会儿。你站住！我一会儿就回来，你等我，等会儿。你把话说明白，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你到底想怎样啊？你别过一下的，一会儿这样。他俩咋都倒了呢？嗯？哎？什么情况？哎呀！咦？哎呀妈呀！那啥？你们没事吧？那个。丽丽啊，你快抱抱我，我好害怕！哎呦，哎呦，哎妈呀，这狗都会说人话了！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阿旺，我这身体感觉有点不对劲呐。哎，那赶紧换回来吧，咱仨好像整串皮子了。哎呀，喂，你是丽丽吗？哦，我不管你是不是丽丽，一会儿我们见面的时候，你一定把那个贵妇给我带来哦。我想见他。哎，干啥呀、哎？给我一人扔这嘎子了，就这使不了的还想贵妇呢？哎呀，我咋办呢？哎呀！感谢演员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原来这人和狗互换身体之后可以发生这么多有趣的事儿啊。确实每一种动物呢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本领，如果是您的话，最想获得什么动物的特殊能力呢？欢迎大家呢在吉林卫视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互动话题汪汪队立大功，让我们一起脑洞大开，说说那些让我们羡慕的动物的本领吧。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最后一轮的盲盒投票，准备好了吗？扫码投票，投票现在开始。一号盲盒，假如男人会怀孕，盲盒开启。第三季大笨还挺苗头的，这咋现在胖成这样了呢？说谁胖的？我老公这身怀六甲。大笨这不是男的吗？男的咋的了？男的啊，男的咋的了？我就想体验一下我媳妇当年怀孕的不易，我爱我媳妇儿。就是啊，看我老公多爱我，啥也不懂。不好意思啊，是我眼拙。那这大笨，这孕妇装这是啥意思？挺别致啊，是要给小翠儿生猴子呀？我发现你是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呀、啊！啥叫猴子？虾呀？这是猩猩。好啊，看来我还是少说话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笨小翠带来他们的表演。慢点，宝贝儿，慢点，慢点，一会儿见啊。我们一起走过了10年的风雨，我们共同经历了10年的沧桑。我不能没有你，我也不想失去你，所以今天热烈庆祝我们二人分居一个月。铁的大你可是今天我开心来开开心，哎哎，乐呵乐呵，哎，我有糖。这分居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啊、你玩游戏哎没人管了，哎你喝酒也没人管了，这分居呀、啊、太高兴了，睡懒觉也没人管了，那些脏衣服脏袜子没人管了。啥意思啊？分居之后你过得还挺开心呗？那必须的呀。咋的呀？练肚皮舞了？
看好了，这是肚皮舞吗？别指我。指你咋的？别指我。指你咋的？别指我。就指你。别指我。就指你。那个熊样，分居以后过得不咋地儿吧？嗯，过得是不咋好。这两天这个颈椎呀、啊，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这小细粒出来嘚瑟啥呀？哎呦我天哪，是真有意思啊！这两天你说这腰也不太好。哎呀，你说这两天腿也不咋好，这腿呀、啊。哎呀，这双鞋还是我给你买的，真能嘚瑟。重点它不是鞋。你能不能别张罗了，搁这块啊，就这些东西带时间长了都掉色，谁不知道是咋的呀？别搁这，我还得发点喜糖啥的，晚上说。来来来来来，咱们看看，哎呀，我还得发点喜糖啊，啊，我还得发这呢，哎，对，哎，还有这儿这儿，哎，吃点糖，哎。你是真，我真发现了，你是真能炫富啊！来了。这分居哦，这个豆油啊，大米呀、啊，谁给你往楼上搬呢、啊？这不是跟你吹哈，还真有人给我往上搬，而且呀，长得老魁梧了，说话还老客气了，宝贝儿啊，放这儿行不？你可长点心吧，你爸都多大岁数了，还让你爸帮你搬呢？咋的？我爸就是爱我，你管得着吗？分居以后那些臭袜子没人给你洗了吧？还真有人给我洗，长得老好看了，老苗头了，但是她不是我妈，你说气人不？你是真不要脸呐，你老都89了，你还好意思让给你洗袜子？啥意思啊？咱俩之前讲没讲好你要给我生个老三，怎么突然之间就不生了？不生了，爱谁生谁生，生老大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生老二的时候你也不在我身边，你还好意思让我给你生老三？我那不是陪领导应酬吗？那行啊，让领导给你生去啊。好，那咱俩按照之前的规定，一会儿咱俩到那个分娩体验吧，我如果能挺住这个疼痛，你就给我生个老三。那行，说定了啊，你要是能挺住10个月之后我就给你生老三。好，为了我的小三儿。咋的？为了我的老三我拼了，走走。这一天老公啊，啊，现在一提生孩子我这腿就站不住。你干啥呀？你别害怕呀，你这其实生孩子吧他不是那么疼。那个再说了，今儿个到这分娩体验吧哈，那个老公就给你打个样行吗？你说你也没生过，你知道疼不疼啊？妈，你骗我，你不爱我了。媳妇儿啊，我哪敢骗你呀、啊、我爱你，天哭泣我带你避雨，海咆哮我身边陪你，我们俩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情侣，我爱你爱你爱不死你。老公这话我听着挺感动，但就有点想吐。哎，那个老公啊，我闺蜜说那生孩子可疼了，你就知道我从小到大最怕疼了。嗯，没事媳妇儿，老公都给你准备好，看见没，片的止疼药，冲的止疼药，一天脑门子就能止疼的止疼药啊，都给你准备好了。这狗咬胶啥意思啊？让我咬着呗。这是我给自己准备的、啊、我怕你一疼就咬我，我不就没啥咬的了吗？我咬着。行吧老公，那你说这分娩体验吧那不得花钱，你说花这钱干啥？贼贵的，走回家。免费的，走进去。哎，对对，媳妇儿，你先坐，坐这儿。啊，好。哎，有人没啊？有。谁呀、啊？哎呀，喊啥呀？大哥好、啊，那个我们俩是来体验的。来体验呢？嗯。啊，那你得预约，而且我跟你说，就我这个分娩体验妈吧，一般情况你不提前，大哥。明白，来坐。哎，大哥，嗯、那个还有个事啊，你说。一会儿啊，
那个疼痛不分等级的吗？你调低点儿，你这是走个过场形式就行了。那你这是糊弄谁呢？啊，上我这来走过场来了？我跟你说，就像你这种人，我都见多了。你放心吧，一会儿哥你都明白。老公，你们在说啥呢？媳妇儿，那个他问咱狗咬胶呢。对。别说大哥长得确实像法豆。走。哎呀，我天哪，我就不信我请不住。你好，哥们儿，我之前预约，我姓崔。我知道了。生我那年呐，天空泛起一片片的彩霞，所以我叫崔彩霞。崔先生，你好。我姓韩。生我那天呐，天空降起了鹅毛般大雪。韩雪女士，不对，我叫小萝莉阿里可松亚历山大玉洁冰心阿姨土鳖招人稀罕的小翠翠。起来吧。我这跟你过十多年，你那名我都叫不全，你能叫全吗？他叫小萝莉阿里可松亚历山大玉洁冰清阿姨土鳖招人稀罕的小翠翠。你挺厉害，你能叫出他名，你知道叫啥？土鳖翠翠吗？是吧？挺厉害。来吧，来哥，那个身体好，直接从五级开始啊。好，前边的咱就不试了。五级，马上整。好。来，我们从五级疼痛体验开始。他这个人就是娘。因为大哥疼的都喊妈了，快走。你别走啊，媳妇儿，你先坐。我问问咋回事啊？那个大哥，借一步说话。你谁呀？那个我谁不重要哈，大哥，我求你个事儿，你能不能在你身体条件这个允许的情况下哈，尽量喊的小点声呗，就装作无所谓，他这微微一笑绝对不抽的感觉，不想抽你。你谁呀？你是干啥的呀？那个大姐是这么个情况哈，那个我媳妇吧本来就怕疼，你说大哥二老的一嗓子，你说我媳妇她能不害怕吗？你媳妇怕疼，让她小点声。我说了不算，你问她。大哥，这咋的呀？那疼还不让人喊呐？你不说不疼吗？哎，不疼啊。不疼你叫唤啥呀？疼的舒服，我那是惬意的呻吟。真犟啊！爷们，哥，这样，狗咬胶，你了解一下吧。我是爷们儿，拿回去。把这粉的给我留下，我喜欢这个颜色。好样，解决了。刚才媳妇儿，刚才我是没做好心理准备。咱从第一集开始来。好，崔先生。哎，咱从一级体验开始。疼痛等级一级。这算啥呀？这不就是我陪客户喝酒喝多了吐，胃疼，生。疼痛等级二级。这算啥呀？不就是我喝多了，第二天吐了，完胃疼加脑袋疼，生。疼痛等级三级。这算啥呀？不就是我喝多了，脑袋撞树上了吗？生。疼痛等级四级。生。五级。六级。生。七级。生疼啊，生疼。我也快走了，这大哥疼的都不喊妈了。不是你别走啊，媳妇儿，你坐着。大哥大姐呀。你让我们俩先体验行不？是你都疼哭了，你让他们整吧。不疼。哎呀，你真硬犟啊！啊，你那嘴疼的都淌哈喇子了。兄弟啊，为咱爷们争光，不要教我了解一下。不用这个，大哥，我来。媳妇儿，来，今儿个老公就给你打个样，也让别人瞅瞅。大哥。哎，直接咱就从五级开始来吧，行吗？五级，别忘了啊！嗷来，来，整就完了，没事儿，来贴上。嗯，那咱直接疼痛五级开始体验，疼痛等级五级。没有感觉呀？不疼吗？不疼。看看人家，疼痛等级六级。对，马上升。稍微的有那么一丢丢的感觉。哎呀，老公你真厉害。你
你学学人家。往上升，疼痛等级7级。嗯，这就像针扎的一样，往上升。疼痛等级8级。你看看，啥感觉没有？哎呀，大夫，是不是我老公皮太厚了？你看他疼的。同样都是老爷们儿，你看人多坚强，你大疼的像杀猪似的，你说。不是，哥们儿。不是，这啥意思？你这都8级了，你差不多得整出两声。你看我媳妇旁边一直在埋汰我们。你谁呀？嗯、不是，哥们儿，你这翻脸比翻书快呀？不是啊，大哥，你也得体谅体谅我，我媳妇搁那儿呢，我不能喊呐。你个赖的！你赖不赖的无所谓，真的，哥们儿来。好，咱呢这一下咱就到位，来，给我来个封顶的10级。好，疼痛等级10级，走你。你这开关都没开。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哥，不是咋的？这是，兄弟，你看不疼啥呀？不疼。行，我看看，没事儿。啊，那我就放心了。死了？啥？谁死了？你咋这么欠儿的？你说那话真差劲。不是，刚才我这不摸脉，我摸反了吗？咋的？我说点啥事儿，你怎么都看不上我？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差呀？那也不能说呀，那差不差的你自己心里没个数吗？在外边整天陪领导说累，你我在家带孩子不累吗？啊，一年了陪我逛一次超市，他可倒好，一脑袋扎推车子里边了。逛完超市，我这手抱着孩子，我这手还得推着他，路过的人还以为你是咱家大儿子呢。你不得理解一下我呀，我天天陪领导非东非西非南非北，我这腿都伸不直了，好不容易休假两天，非得要我坐飞机跟你旅游去。我告诉你，我是你老公，我不是天上的老扔。我你说这话有意思吗？我就问你，咱家老三还生不生？生生生，必须生。大哥大姐，我听明白了啊。大哥，我说了两句，那大姐搁家带孩子容易吗？是不是人得理解理解女人，是不是？你看看人大妹子说的话。嗯，大姐，我也说你两句啊。你这大哥挣钱为了谁呀？那不是为了你们一家几口的幸福生活吗？是不是啊？互相理解一下啊！你听听人大妹子说这话，不大妹子你啥意思？你这啥意思？好，你个姐，行行行，我来吧。大哥大姐，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俩结婚呢也有一阵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孩子，就是因为我媳妇啊怕生孩子疼，所以就降低了这个怀孕率。我合计呢，今天带着到这个分娩体验吧呀，想这个给她打开一下心结，但没成想，你说你俩。还给搅和了，你这话说没有没有，这个大妹子啊，哎呀，我跟你说，其实生孩子吧，嗯，没那么难，也没那么疼。其实你大哥平时他也陪我呀，生孩子时候在我旁边啊，给我打气儿，给我加油，挺好的。那时候我还给他讲过笑话呢，啊，讲的老好了，说有个小皮筋儿啊，困了，完伸个懒腰，弹丢了。这回你知道我为啥不生老三了吧？那个大哥大姐，谢谢你们劝我。其实啊，今天呢来到这儿，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等到8个月之后，我也让我老公给我讲个笑话。等会儿，嗯，8个月是什么情况啊？我怀孕了。怀孕了。哎呀妈呀，哥，我要当爹了，我要当爹了，我要当爹了。真当不当爹的你老看我干啥呀？喂，哥，那个到时候你一定教我讲笑话好吧？你放心，弟妹生小孩的时候我当他面给他表演。哎，谢谢哥。恭喜恭喜。那这个就没白准备啊。哦，这个是孕期注意事项表格。哦，谢谢啊。还有这个啊，那个兄弟，这个还给你。哎呀，我一进屋就看出来了，我们前面有好多这种为了让孕妇缓解心理压力来体验的，所以说这钱我不能要。恭喜啊！而且我们这也要下班了，大家都散了吧。好，那不行啊，还差个事儿呢。啥事儿啊？刚才我老公才体验到第5级的疼痛，麻烦一下啊，直接给我老公升到第10级。哎呀，受不了啊！这玩意儿，我这太疼了，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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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我要我回家了。你得趁着手啊，别跑啊。其实这个分娩体验啊，我也去体验过，但是每个人的痛感呢都各不相同，咱们呢也不要以偏概全，所以各位想生宝宝的女孩们也不用焦虑。在这儿我想特别对这些老公们或者是即将成为父亲的男士朋友们我多说几句，在老婆怀孕的时候咱们多一些陪伴，产程的时候啊咱们多一些鼓励，最重要的是孩子出生以后咱们多一些帮助。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以上这一些，那生孩子的女孩们啊就不用有恐惧感了。搜索互动话题，假如男人会怀孕，和我们一起讨论起来吧。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欢乐东北风呢所有的节目都已经表演结束了，但是这最后一个神秘的东方力量的盲盒就只能继续的神秘下去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不要走开，还有彩蛋。朋友们，今天是咱们欢乐东北风第四季的最后一期节目，必须得安排大笨跟我一块儿来主持，主要呢是圆了咱们这个欢乐东北风啊元老级驻场嘉宾的主持梦。错，以后别管我叫元老级啊，我是骨灰级的。你俩咋来了呢？那说到崔大笨是咱们欢乐东北风元老级别的人物了啊，对呀、啊，那能少得了我俩吗？依山傍水，空气清新，设施齐全，专车接送，是您梦想中的另一个天堂。你那床好，哎，这家伙能伸腿能撂腿的。我是谁？我在哪儿呢？烤地瓜。绝对是特别特别的有仪式感啊、哦！这个蛋糕我一看就挺贵啊。四周年了嘛，对，也是欢乐东北风四岁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东北风生日快乐！